好了吗？好，好 ，OK， 来找对手，进来同化，一定要对手。整体的力量，出去，出去再回来。好，先同化，干。快比较慢，它就会掉了。哦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哦，那好。哦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沿着核心，没有粘。整个拉进来的，好，原地，好，一甩，这么远，大家是赶快进脚，直接踏这边，踏外面，踏出水，所以对方会觉得，哎，突然松掉，一样，抓手这样。前方放下来，前面都一样，再粘之后快手抓，听懂吗？我要试这个，转完整，转完之后去粘，然后慢慢快手抓，然后让他快手抓，好，他转完一定是一个神经退走的一个起手式，重心在后脚。用重心把这种